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二十四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华大学今日把宣布林智堅的学术论文也是共抄的，撤销伊的学术学位。林智堅透过律师表达遗憾。台西两个警察涉嫌的嫌犯，经过检方调查了后，涉嫌杀人同罪，而且有多方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台铁工会表示，有向政府争取到相关福利，国际中秋双十等固定假日，会配合交通部的纾运计划照常出去。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到前新竹市长林智堅的论文风波。台大宣布了后，即中华大学伫今仔日也公布审计结果咯。认定即林智堅的学术论文也是共抄的，撤销伊的学术学位。即阵代志甲压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美就批评讲，这是一个学术的丑闻。林智堅也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华大学的审计结果是真遗憾，收到通知了后会进行纠正。前新竹市长林智堅论文案正受到大家注意，台大硕士被人撤销了后，中华大学也公布审计结果，认定抄袭严重，撤销硕士学位。于厘清本案事实后，认定林智堅均就本案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确实存在抄袭情势，且情节重大，并建议依法撤销林智堅均硕士学位。中华大学校长刘维基也发三点声明，希望林智堅会记假时努力搁出款，也认为指导老师爱负责，明显有疏失，会送到评会检讨。教学论文抄袭的南洋台北市机关王宏伟是批评，论文门相杀球兵是彻底学术见笑台。林智堅的论文门演变到今天，那成为一个双杀的局面。那么林智堅也创下国内的政治人物第一位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失去两个大学的硕士学位，那我想这个是彻彻底底的是一个学术的丑闻。林智堅是透过微信读书黄帝英书评声明回应，还未收到中华大学公文，对中华大学校论会公布的审计结果感觉遗憾，会在收到学校通知内容了后研究如何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台西两位警察涉嫌的嫌犯伫昨抓到啊，检方调查了后，认定讲伊涉嫌杀人等重罪，而且有多方的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这个嫌犯本地是明德外一家家的收容人，申请登记处理看证人，所以拢无登来家家，伫外口乱乱说七天，落尾变成这台西两位警察的悲剧。家家是讲这收容人无准时登来，唔是脱逃。家属证明讲，这家家拢无伫咧管，人若准有家找倒转来，就袂发生这款杀死人的悲剧啊！台南台警察的案件全国意外，涉嫌的嫌犯经过十七点钟逃亡了后，二三地线就抓到，带回台南侦讯。台南地检署认为，涉嫌的嫌犯所犯的是杀人等罪，是上轻本刑五年以上的重罪，而且有逃亡的事实，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二是会保核准羁押。逃亡的意图，因为被告犯案后逃往土城高中校园内，将作案用的凶刀丢弃于不易发现之处，企图湮灭罪证，故本案有事实，主任有灭证之羁押原因。在伊的后生犯下重罪，伊的妈妈无奈表示，伊应该家己承担责任。你哪敢会听话？你看，伊敢会去争嘞？按过四年的嫌犯，伊是明德外的监收容人，一定服刑到2028年，三个月一旦登出一届，这个月核准登出了后，无依照规定十五顿来，伫外口佚佗七天，代志发生了后，警方是讲，伊是超过假期无顿来，唔是脱逃，和家属批评这个讲法真无人性，是伫家属的伤口受严。如果他是一个有效、有能力的一个执行单位，他不应该是这种态度的，是事后再说意价未归。那再者，他我所谓的因，如果他有把罪犯追回来，这个人会造成两个远景的受伤，甚至死亡吗？面对家属批评，警方表示有依法通报，不过是不是脱逃，不是警方判定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哈，我们最主要还是做事实来做说明。他的确是放假没有回来，那我们照外间收容人还要探视办法，还有外间的条例相关的规定来做通报，还有移送。
另外，抓凶嫌的时阵，警方捌锁定一个姓陈的嫌犯，捌予外界认定伊就是台警察的凶嫌，惊甲伊主动到案说明。台南地方法院证实，姓陈的嫌犯二三因为诈欺案通缉到案，因为伊有真侪个犯罪也甲通缉的记录，目前已经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397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27人，死亡有18人。指挥中心表示，本土疫情有伫咧升悬，后礼拜高一日有机会超过30,000人确诊。上届严重的时阵，可能是伫咧九月中过后。为着要防止这 BA.5 疫情摊开，指挥中心宣布，这中教机构一礼拜体检两届规定延长到九月底。新冠本土疫情确定升悬，二是礼拜三新增加28,397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病例数6,000多例，台中市、台北市甲桃园市拢超过3,000例，中重症有127例，死亡有18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预定后礼拜单日确诊有机会超过30,000例，即届 BA.5 疫情最高点会伫个九月中下旬。的确是这一周的这个开始很明确的在向上，那根据我们内部的这个模型来推估的话，这一波的疫情我们认为它的高峰，也就是它的高点会在九月的中下旬。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中和感染是后一轮疫情的特点，因为 Omicron 变异株 BA.5 比 BA.2 更较高危人，而且有免疫逃脱的特性，民众有可能感染 BA.2 又个感染 BA.5。 咱国七月修改中和感染的定期以来，已经5,000多例通报中和感染。未来随着这个疫情如果攀升，加上大家感染过确诊的时间慢慢拉长，那这个重复感染的人数预计是会增加。为了防止 BA.5 疫情造成规定受惠，指挥中心也宣布各类型大数学和社区学的教护机构每礼拜定期快筛两次，规定延长到九月底。那是外界关心的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药师已经展开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审查，暗过是药师要求保证一定后礼拜的进程会安排审查，上紧十月会再到位。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正在隔离的日本首相甲菅文雄，今仔日透过视讯宣布，日本会搁再进一步放任入境限制，有住过三冬疫苗旅客入境唔免阴性证明。日本から海外に渡航する方々が不便を感じている日本帰国時の出国前検査について、9月7日より入国前72時間以内の陰性検査に変えて、ワクチン接種証明の利用を可能といたします。日本的疫情目前正在加悬，为着要减轻医疗负担，边境管制措施会搁再做调整，包括带条件放任入境限制，也考虑要增加入境人数。另外，日本政府也打算公布要搁再统计这总感染人数，加重点放伫高龄加重症住院确诊者，而且也针对疫情来调整这确诊者居家检疫的时间。代替工会今仔早起召开临时体检事会议，考虑到行政院甲交通部愿意协商，而且也争取到相关的福利，因国际中秋双十等国庆假期会配合交通部的疏运计划，也照常来出勤。另外，代替也表示讲，明年元旦开始会发放留宅津贴，增加司机员的安全奖金。中秋节要到啊，代替工会是不是会阁发起无加班运动呢？对这件代志，代替工会日时再去召开临时理干事会议，考虑行政院甲交通部有释出善意，而且有争取到相关的福利，所以决定中秋国庆节的固定假日配合交通部的疏运计划，会照常上班。那跟部长有达成一个共识，我们针对这一项的部分里面哈。然后做员工的一个加薪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在临时理事会里面就配合政府的那个运输。代替表示，已经研究真一项老人财做法，目前规划为112年一月初一发放老人财这部津贴，等于每人加薪2,000元，火车驾驶安全奖金增加50%，等于每个月各加1,500。交通部已经同意报行政院核定。未来代替公司创立的时阵，职工福利金一届提拨12亿。后届员工的3折礼金也有可能大幅度提高。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在跟工会这边在做协调，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台铁公司化的一个改革的进程。
目前代替甲工会达成共识，即马天开危机虽然解除，按国代替工会也是表示，为了维持相关劳资议题的谈判力量，依法罢工法定停事也是继续进行，希望准备按国唔免使用，也希望行政院甲交通部会当照约束来施行。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进前有去视察海军海防中三中队，也和这个北海花三子的反舰飞弹阵地对外公开。这个所在主要是安排148公里内的巷子飞弹，甲射200公里远的巷山飞弹。蔡英文强调，若打台湾，就要付出真大代价。另外，澎湖防卫指挥部今仔早起进行镇江操演，展现防卫甲作战能力，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受到雄风反舰飞弹大声反射中央军人威胁，总统蔡英文是到海军海防三中队，也和这第三支地区的反舰飞弹阵地进行给予人知影。战争中心社报内部，阵地有部署接近范围148公里的巷子飞弹，结合射程200公里的巷山飞弹，有效打击共军。蔡总统强调，侵略台湾会付出真大代价。侵略台湾，或者是试图侵略台湾，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更加遭受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学者分析，蔡总统这段时都针对强南进行接近台湾24海里，国军有能力捍卫高雄海军反舰飞弹海防大队的战台，有两个固定阵地中队、两个机动发射中队、加一个支援中队，因形中可以加大飞弹量产，加向美国采买100套暗地西侧飞弹海防大队一定要扩编，加向全机动化。因为随着中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数量跟准确度都增加，那这种固定式的阵地要战力保存的话，其实困难性越来越高。所以其实国防部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陆地上的暗制反舰飞弹全部加以机动化。目击敌军进犯近一台 M60A3 战车在移动当中，突然按下机，配风暴只是透早展开镇江操演。国军出动155榴炮、10孔迫击炮、5孔机枪等武器，实弹射击，透过联合打击，展现坚守台海精神决心。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中共无停止文攻武器，派出歼二空、歼一零、空六 K 加运油二空，侵入台海。国防部表示，自杀有高架速降机超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国军积极应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最近扰乱台湾的力头变强，有民进党的立委建议要增加国防预算，对今年3000多亿增加到4800亿。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讲袂当看数字，要看整体国防规划。有财政学者认为，若无增加总预算，恐惊影响到其他预算。中国最近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在咱国周边军事演习和台海局势紧张。在进行学者苏志芬呼吁，把国防预算增加到4800亿的规模了后，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也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今年国防预算3726亿来看，相关的行政院规划费大约1708亿，占超过45%；作业规划费大约1069亿，军事投资大约949亿。刘世芳希望后壁这两项会用提升到1600多亿左右，三者比例较。来提升防卫能力。中国尤其在地缘政治上对台湾的这个威胁日增的状况之下，那台湾目前我们的内部可以做的防卫的第一步，就是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甲老西方相关是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是认为，应该要由政策方向、战略建设规划、甲另外武器的配置、环境规划来决定预算。那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你喊多少的问题，你真正的主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样维护我们自己安全，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对其他国家交代。有财政学者分析，若加即阵国防部基金预算加武器采购，特别预算加入去，国防资源就已经接近4800亿。若是要加年度国防预算对今年的3726亿，未来提悬到4800亿规模，阁无增加总预算，恐惊白费其他部分预算，也是爱借钱。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你同时要增加税入。所以我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举个例子来说，真的有这个必要的话，国防捐。OK， 或者是透过其他税收那个部分的增加。
好，接下来讲到政府去年来拢有超扣这个税金，去年超扣4034亿，也创下历史新高。不哩讲，这是靠大宗有成规模可行的财源。不过也欢迎政府财政纪律的问题，不哩讲考虑调关税率有成来增加国防有成。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台湾的农渔产品，影响到咱台湾的农渔民。农渔民代表上北举行记者会，呼吁两岸爱沟通，卖好这政治影响到农渔产品的出口，甚至希望当地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会当向中国表达因的心声。另外有风声讲，夏立言因暗会加中国的海协会会长张志军见面。农渔民大话两话爱沟通，不应该和政治因素影响农渔产品的出口。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中国提出报复性的做法，暂停台湾的伽马类水果、白带鱼，也够冷冻的巴朗输往中国，大大影响农渔民的生活。伊哩政府要有一套的措施出来，一个代志发生袂当出口代销，啊，你用钱补助，这个治本无治标嘛。希望讲咱家己两岸呢，爱建立无和平。卖多抗中保台。农渔民希望正伫访问中国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影响对华表达因的心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夏立言就是伫个解决台商、台胞甲农渔民的问题，并且呼吁夏立言会甲中国各代办主任留去一会面。不过，国民党暗头啊讲，夏立言会在临时暗时会见中国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国民党亲美就是亲民主自由，有日就是知日有日。同时我们也要和中和路，让中国大陆跟台湾彼此能够和平，这是我们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外界关心中共二十大了后的高层政治班底安怎来变化，正看到两岸局势。有媒体报道，讲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买通党内军政的高层，窃用习近平公台。洪秀柱不满遭到恶意指控，而是亲身到北京提出告诉，捍卫自己的清白。此事非同小可啊。所以清白不容污蔑啊，人格不能被糟蹋，而且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这个主张的道路是不能被扭曲的啊。针对这个事情，我必须要来提告，否则天下大乱。对此，联合报新闻部回应，尊重洪秀柱提告，依照内部新闻作业处理原则，撰写这篇报道，便要对二三开始停职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认定去年指挥中心甲机组人员的5+9改做是3+11。虽然这决策合理，不过无对外做详细说明，这部分要改善。迄当时卫福部长也就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搁再一摆驳回3+11的争议。另外，对手国民党蒋万安是继续积极一表介绍无公开问题。也那前任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正式表态，会伫咧八月至七时节专心来拼选择。二是早时伫内湖的关会活动，台北市长郭文哲、副市长黄珊珊、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共台出席，针对监察院二二下晡认定指挥中心伫旧年将机组人员检疫措施改做3+11是有所本，但是无对外详细说明应该改进，陈时中搁一摆驳回。实质上是没有问题，可是在程序上如果能够更清楚，让大家更了解，这样比较好。机组员跟他的亲友或者诺富特的员工的染疫总共36人，那最后外围1790人次的样子，那都是阴性的，跟其他地方我们的染疫的基因定序是不一样的，所以硬要把讲这两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坦白讲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民众党团嘛，第二是开记者会，批评监察院的报告是咧为陈时中护航。黄珊珊认为，不管监察院的报告是安怎，人民早就心内有数。专家学者都提过了意见，那当时的放宽看起来好像是立法院的协调会，那有没有专家学者的背书？看起来目前是拿不出任何的记录，病毒跑进来是事实。那承认错误没有那么困难。陈时中，不要再糊弄。另一方面，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回访立法院，出席国民党团记者会，讲到最近3+11甲疫苗文件保密的事件，是有达到陈时中的弱点。公开透明就是他的阿基里斯腱，所以只要谁提到，他就会跳脚，口不择言。陈时中就是联合行政部会，还有加上民进党党团。要只手遮天，但是中跟黄珊珊共同出席关会活动，台顶共同杀公益，台下也是着边抢买边选举。记者郭本章随台北报道。
既然县长林祖苗甲伊个查某囝牵涉到贪污弊案，去予检方起诉，既然县个国民党团就批评这是政治对杀。不过时代力量是呼吁林祖苗唔通阁再欺骗其他人咯。民进党个参选人江聪恩也质疑，这林祖苗个查某囝竟然甲县政府当作是家己个公司。林祖苗这部分是继续发冤枉，讲这是选举伫个操作。宜兰县长林祖苗涉及土地贪渎加财产来源不明弊案，甲伊个查某囝林玉玲最近互检方起诉。二是时代力量宜兰县党部坐党内立委柯显智，希望林祖苗唔通欺骗宜兰县民，诚实个面对官司，互宜兰个县政回归正常化，公务人员回归专业。第一个，林祖苗县长应该要退选；第二个，林祖苗县长应该要辞职下台。根据检方的起诉书，林祖苗的新伯前建设署长吴朝琴在贪渎案内边角色正关键，伊因为承认部分案情，也阁提供线索，检方向法院求处免刑。吴朝琴也讲，县长林祖苗真侪代志拢听查某囝林玉玲的话，对手江聪恩在接受电台访问时阵，质疑林祖苗的查某囝感情伤深。这几年宜兰已经失去经营感，大家对宜兰的价值产生怀疑，人口流失要到6000多人。所以讲有真好的交通，安尼人口一直外流嘛，所以对这个宜兰价值啊，宜兰经营，大家这个有。质疑啦，我昨天已经都讲过了啊，可是好像就是在选举的操弄啊，先射箭再画板呐、啊。林祖苗二四世纪到宜兰国小参加公开活动，对媒体问伊关系的问题，伊低调无愿意加讲，只敢讲拢已经讲过啊，这是选举的操作。先下钱，再个回八心。宜兰县议会国民党党团是发声明，反击检方的起诉内容，并且质疑检方提供的是一份无按照证据配合政治对杀的起诉书。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环评大会线顶审查，这高铁做到宜兰计划，这路线有60.6公里长，49分钟，不过就要开1880亿的经费。这个案件依法要进到第二阶段的环评，进前引起争议的宜兰站开发单位表示，会设置在宜兰县政府的丹南坪，甲这代替宜兰新站做伙。那个连续假期，东部回乡车票都正排满，为扩充运输容量，交通部推动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为南港站到宜兰站，总长是60.6公里，赛时间是19分钟。暗过爱乌十个泵坑，加起12座桥，占新区工程的90%，路线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经费差不多是1880亿。是完全避开翡翠水库的范围，同时是以地下化的方式来通过。路线会经过23个环境敏感区，通过11个非活动段站，线班到地级敏感区。开发单位指出，通过新林区会用穿过地下的方式延伸了后，台北甲宜兰之间会有4线轨道。县政府表态支持。对于高铁延伸宜兰这个计划，我们全力的来配合跟支持。环评委员在审查过程并无特别表达意见，市民建议交通部在自家环评过程加强水平路线适宜性、开发必要性、加效益等等。进前引起争议的宜兰站设置地点选在宜兰县府东南坪，会加代替宜兰新站强站应转接。最后环评大会确认这个案件政治更加严格，自家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从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今仔日已经半年了。这乌克兰政府指控罗西亚军队拍算被对面干涉师发动攻击，所以基辅市区到致是战争拢是禁止集会。另外，在克里米亚论坛视讯会议顶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国际强调支持乌克兰对抗罗西亚军队。俄罗斯出兵来拍乌克兰，到八月二十多号6个月，这天也是1991年乌克兰地前苏联解体进程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当时在2004年，前总统库奇马临来，加独立纪念日叫做国旗日。不过在战争的阴影下，基辅东郊禁止市区的大型集会，只有总统泽伦斯基率领官员加三军仪队来举行升旗典礼。
另外在外交的场合，包含欧盟和北约组织主要国家的领袖也是外交首长，分别是以视讯的方式在第二届克里米亚论坛来发言，誓言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Happy Independence Day. Respect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is at the core of the Crimea platform, as is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st be respected.And we see it in the atrocities and repression by Russian forces in the territories that they besiege and control. 开战半年以来，尽管欧美对俄罗斯发动真严厉经济制裁，也提供大型武器给乌克兰，但俄军除了开战初期对着基辅的攻势不顺利，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慢慢来占领重要据点，在南部也把瓦乌海港口城市马里波开攻来。也把2400多名号称乌克兰战地上将的阿桑亚人员给抓起来。不过，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周边双方依然继续在交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讲要慢慢减少并且停止采买俄罗斯的能源，也过能源继续大起，唔但让俄罗斯赚真多，也欧盟内底有全球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经济制裁的确实也真难来落定论。恭喜新闻，齐家林编译。在俄罗斯当地有一间独立的民调机构，他们表示说，在战争高达半年，俄罗斯民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度虽然有较降，不过犹原有很多人在支持，而且他们对总统普京的支持度犹原有超过八成。不过有其他媒体进行街头访问时，就有民众认为说，这场战争根本就是无缘无故惹事端，对别人感觉是真实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部分俄罗斯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Это разрушает всю мою активность, весь мой бизнес. Я занимаюсь, я айтишник, я делал стартапы, и у меня из 8 проектов все разрушены. 俄国战争了后，新国家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外资拢撤离，卢布兑换美金大落，物价嘛拢起，再加上国际孤立，拢冲击俄罗斯的百姓。Кошмар какой-то, то есть мир был прекрасен, Россия росла,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вставала с колен. И тут такой сюрприз, во-первых, украинцев крайне жалко, они ни за что ни про что страдают, ребята ничего плохого не сделали. Погибают 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туры, погибают дома, погибает то, что эти люди созидали. Вот и то, что страна, в общем-то, великая страна, что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еперь в изоляции, что все эту страну ненавидят, это нам очень горько.但不是大部分的俄罗斯人都对战争有很多想法，一些民众也是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В общем, у нас очень своих проблем много. Нам как бы не до этого. Ну, кто-то верит, кто-то не верит в это. Ну, что надо, что не надо. В общем, мы живем своей жизнью.外国媒体去莫斯科街道访问，发现俄罗斯的百姓对战争的态度无同，为同款的是希望战争赶紧结束。不过，在俄罗斯主要的媒体差不多完全听未到反对战争的声音。当地上大的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也显示，总统普京的支持度也超过八成。有学者认为，俄国民众对经济制裁的紧张已经减弱，不过不代表因完全接受现况。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у Кремля есть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но оно ограниче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одолжать все, как он это делает. А дальше люди будут задавать вопросы, ради ч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все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部分专家分析，经济制裁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俄国经济前景会更加不确定。现阶段，俄国人也可以当忍受，但国内情势恶化，社会气氛也有可能改变。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译。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战火是无停歇，世界各国也都开始抵制俄罗斯了。这欧盟的成员国之一的拉脱维亚，自三开始把这旧苏联时期的二战胜利纪念碑拆掉。另外，拉脱维亚、立陶宛加捷克拢不被发签证给俄罗斯的民众。爱沙尼亚也开始禁止俄罗斯的民众入境观光。纪念碑的周围有绿色的布围起来，远远会当看到两台怪手正在做拆除工程。欧盟成员国的拉脱维亚立三开始拆除旧苏联时期的二战胜利纪念碑。For Latvians, this monument symbolizes Latvia's occup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Russia's invasion in Ukraine, we can't tolerate it anymore.
这个纪念碑高80公尺，是1985年起的，在首都里加的胜利公园内底。除了纪念碑以外，还有边仔的俄罗斯祖国标签，甲三名红军士兵的石头像。不过，卖在11月15日进前全部拆除，却引起国内各国的民众不满，超过10万人连续反对。各地的政治工在附近组织，险险甲警方还有支持拆除的人发生冲突。俄国战争到现在满6个月，各国继续抵制俄罗斯，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捷克已经拒绝发签证予各国的民众。爱沙尼亚是为18开始禁止俄国人去爱沙尼亚发的签证，入境去欧洲的神经区旅游。When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Brandenburg Gates, the people are dying unde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mbs, and they are Russian Federation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e tax money what is paid by thes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ir tourist trips to Europe. 虽然真侪各国游客抗议，认为家己有人权，无应该予各国的公民替政府的行为负责，但不过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嘛，捌伫社群网站表态，因去欧洲旅游是特权，毋是人权。伊甲芬兰的总理马里嘛，做伙呼吁欧盟限制各国人去欧洲，若是欧盟所谓成员国无法度达到同款的制裁协议，立陶宛嘛有可能联合区域国家禁止各国的游客入境。国际新闻台是董平耀。尼加拉瓜的奥地加政府为着要消灭敌对的势力，用尽办法，把当地一个全国性的纸本媒体新闻报总部，伫23硬改做是文化中心。另外，伫墨西哥也有一记者因为报道内容来失去性命。尼加拉瓜的司法部长温蒂莫拉里斯23参加伊西林和西厄特桥为名的文化中心宣布仪式，把大楼的使用权文件交予负责人。在这座文化中心的入口边的所在，新闻部招牌所留下的字也真清楚看到。新闻部是西半球历史上个悠久的报纸之一，去年和尼加拉瓜警方强奸，经历霍尔曼州检方以洗钱的罪名来起诉，最后高层被监禁。了后120名记者就流亡海外，对哥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这所在发行网络版本的新闻部。不过奥地加政府打压异己，用尽办法来限制新闻自由。直接把新闻部的大楼、机器和设备全部来征收，用文化中心的名义重新来开播。En este momento, Nicaragua es el único país en el continente americano que no cuenta con diarios impresos, que ha elaborado toda una estrategia para cerrar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informativos, pero que ha perdido de vista que con cada medio de comunicación que cierra limita la posibilidad de expresión de su ciudadanía, la capacidad que tiene esta de informarse también y sobre todo intenta manejar y establecer un único discurso para intentar tener un control no solo total y absoluto del país, sino es una estrategia que busca controlar el pensamiento de la ciudadanía que aún está dentro de Nicaragua.那是新闻部建筑、网络报纸、机密甲电视频道100%消息的办公室，也遭到东京来没收。墨西哥记者李沙迪阿卡普哥市举行示威抗议，到现今年到这种位置，已经有18名同业被杀的事实，要求终止对媒体记者用各种方法来对杀的行为。Nadie está segura que salimos de nuestras casas, pero no sabemos si vamos a regresar.No sabemos qué de lo que decimos, qué de lo que escribimos puede molestar a las personas y no sabemos si es nuestra última nota, nuestra última columna, nuestro último reportaje. 相信的不害者是专栏主编弗雷迪·罗曼，伊在日历发表2014年43名学生失踪惨死案件有政府官员刊写的文章了后，开车出外就和一挂骑机车的杀手开枪拍死，是这个月第四宗记者被杀的案件。恭喜新闻，王惠本编译。芬兰的总理马林之前因为拍摄影片泄露出去，引起政坛议论。现在有朋友在官舍内面翕一挂赤身裸体相片，马林本人也对这挂风波来回应的。
两个女性小金也显卡的白亚虾芬兰之乡，就是这张相片，搁和芬兰总理马林的苏贞华受攻击。马林拜伊表示，这张相片是七月音乐节了后，朋友在歌声聚会时阵翕的。伊声称不应该翕安尼相片，回去的。事实上，已经不是马林第一摆为相关争议回去的了。Pyydän anteeksi ilman muuta sitä omaa käytöstäni ja toimintaani. En ole toiminut tässä parhaalla mahdollisella tavalla ja sitä pyydän anteeksi.去年十二月七日，伊明知影家己甲迄一天较亲的外交部长有密切接触，伊欢喜夜店甲朋友聚会到隔天透早，而且无挂嘴暗。了后虽然检测阴性，伊还互反对党批评做错误示范，伊也公开回失礼。进前网络阁传一段伊参加苏宁聚会唱歌跳舞影片，同款互人提出来做文章。马林都主动做药物检查，证明家己无食毒。马林在2019年34岁时阵做全球上少年总理，行事作风也甲传统政治人物无同。伊主张爱护家己的私人生活，也参加聚会、音乐节只活动，也希望民众理解工作甲休闲是应分开的。不过最近只画面也对马林的形象造成冲击。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交通部观光局顶个月15启动国内旅游补助方案，大饭店上座一晚会当补助1300块，也因为真侪民众去使用，相关费用已经使用七成。即马宣布9月初八是大饭补助的最后一天。另外，因为这个时间特别晚开学了，真侪家长趁机会带囡仔出去佚佗。趁休热开学进前，不少家长带囡仔去佚佗。分离门古坑区一挂出名风景点有大阵游客，人比平常时也增加两倍。而且分离县政府配合国民旅游振兴，佮结合在地产业，推广万游分离500有够赞，来分离消费并发票登录，都会当抽大奖。爸爸妈妈都会带小朋友出来迄个消费嘛，吼啊，因为伫因拢赶伫这个暑假以前，吼。小朋友带来家佚佗，结合我们在地哦，这个是11家的观光工厂、8大商圈哦，还有就是我们旅宿业者哦，大家一起来响应。那业者加码将近了200万的这样一个奖金的这个奖品进来。最近国内旅游正受到，因为交通部观光局顶个月15开始推广国内旅游补助方案，其中自由行每人每晚上座补助1300的大数优惠，短短一个多月，观光局的官网已经到优惠房间数使用超过70%的红灯，所以宣布9月初八是大数补助最后一天。昨天已经超过70%已经亮红灯了，所以我们预计是9月8号就这个。国旅的个别旅游的补助可能就要告一个段落。不过观光局是讲，其他国内团体旅游甲观光游乐园的入园优惠补助，也是持续到今年12月15，民众会当好好把握机会运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轻度风台北湾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下晡针对台东甲恒春半岛发布大雨大水雨的特报，也伫咧海面观测到3公尺高的海涌，渔民今仔日拢是休困的。台东地区自23日开始，大雨就落来停咧，二是马鞍风台国家瓦群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台东县各地拢有落局部性雨大雨。市区一挂排水较无好的所在，水拢淹到徛街内面。林国生，都到里面了啊！东部海面风影也明显增强，气象局感测到东部沿海涌有到3公尺高，大涌一阵一阵拍伫咧福冈海底爆发，海面上已经看袂到渔船。渔民讲，虽然风台离台湾还阁真远，因故外海风景较大，为了安全，台东的渔民拢休困，船拢秘伫咧港内，较袂互风景拍歹去。啥无出港安尼？风台，应该还好啦，风景较大啦。离岛的海上交通，台东来回绿岛，二是规工拢正常驶。一若来回南苏是规工拢取消，明仔载会恢复正常，因为马鞍风台慢慢瓦滚，当然无海啸。气象局提醒东部的民众要注意强阵风加雷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发生嫌犯刣死两个警察的案件了后，大家也开始讨论这死刑的执行进度。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执行死刑的这个规则咧，是伫咧民国80年时阵定的。若准有对袂到时代部分，会搁再做检讨。民进党团强调，只要是相关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拢会立即去优先法案。
总统蔡英文也讲，亲像是警情使用条例等等的修法，就要赶紧进行，爱修法的随修法，爱检讨的随检讨。伊讲，控五年两个警察在困的时阵，互人对后壁来攻击，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涉案的四名兄弟，其中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定案，因过十几年时间已经过去啊，伊话也未被执行枪决。像这类的死刑犯，全台湾有38人也被判枪决，为安怎袂执行呢？法务部是解释，开的当事人申请宪法审判，再审也是非常上诉，无到来执行，因过这会遭到司法院来回击。法务部针对死刑之执行，定有死刑执行规则，其中规定，申请大法官解释尚未终结者，不得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的规则，是法务部在80几年的时候订立的。那当然，这个里面有没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啊，我们会来深切的检讨。司法院回应，这篇死刑的规则由法务部自己来订立，其中就要求死刑犯在司法救济庭书终结进程不应该执行。前任法务部长蔡清祥律师表示，那规定无合时宜会检讨，伊也澄清现阶段无废除死刑，也过也是未来努力的目标。李死刑尊贵的争议，前总统马英九是表示，死刑要慎重来使用。我们觉得死刑可以慎重的使用，但是不要废除。台南台警三个案件引发民众争议，不但掀起死刑议题的讨论，涉案的四名受刑人为安怎会到外一家家来服刑，甚至会使超过期限无回去逃走，相关的制度是不是缺失？外一家家的存在必要性也引起质疑。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外一间的这个一个制度，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还是要持续推展。至于我们执行部分，我们会继续来把它精进。交警署长讲，处理流程的最进程已经建议修法。民进党团也讲，即边相关的修正草案送立法院，会改列入优先的法案。另外，总统蔡英文表示，除了检讨外一家家标准以外，警用器械使用条例修法，也要加速来通过。该修法的，我们就立即来修法；该检讨的，我们应该要立即检讨。那像是警械使用条例已经在立法院，所以在下个会期呢，我们希望尽速的协商加速的通过。这宗台警察案件夺走两名警察宝贵的性命，安怎避免危险的事故再发生？政府必须在事情不足的所在，赶紧来补救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两个警察不幸来往生，也引起外界伫咧讨论，即警察当时会当开枪的。新竹县警察局即马是加强训练，而且搁再增加上盖新的抛射式电击器，会当伫4.5公尺的安全距离内边压制嫌犯。向准目标射出去，若是好射到，就会受到电击，2秒钟连伊倒落去，而且电击的感觉阁会延续10几秒。另外，阁安外线装备用来提悬拍枪的准度，保持4到6公尺的距离，对我们一个合执法安全哦，一个很大的保障，不会导致有歹徒直接可以砍到我们的脖子。建议射程是4.5公尺，它的有效射程大概在6.5公尺左右，所以我们能够跟这个嫌疑人拉开距离，是最好的一个防御。新竹县警察局是在去年得到中央配发的新装备，之前因为疫情暂停训练，最近则渐渐恢复上课。想不到出来发生台南台警察的事件，警察局决定加强训练。操作的方式还有法令如何跟这个电击枪去做结合，这个就是完全依照警械使用条例里面还不到用枪的程度的状况去使用这个电击器。甲写出来针头看真足，针头顶端阁有倒胶器，予写着人想要走无遮尔简单。警方希望这款新型武器会当提升执勤的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间5星级的酒店要伫咧台中的中区设一个新据点，今宣布自九月开始试营运。因此认为讲伫古城区，即以后是怎样发展？也因为甲即个古城区创好更加闹热起来，一直拢是每一日台中市场的主要证件。市政府的政策敢真正有效果咧？大家也静静看。
金快大厅关楼站有真水的全景视野，真出名的酒店业者宣布要伫台中开设新的旧店，即到就要开始试营运。就伫中区台中火车站附近，原本是金沙百货大楼，酒店业者接手了后，虽然经过整建疫情的冲击，开播营业八百多天，不过也是看好伊的后续发展。它就是在火车站的前面，所以它原本就是一个经济的发源地，那希望能够把整个经济圈能够移转。再回到我们中区的这个区域，加酒店隔三条街，行了唔免五分钟的台中电子街，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挂店面拢挂要租人，啊，搁伫开店这业者嘛无外欢喜，拢讲这块咧已经摆真久啊。你看到每一家的出租，只要一出租就完，就等于是没落，关着等着，等着就没人要来的感觉，不像以前十年、二十年前的以前这么繁华了。台中新界直辖市以来，三任市长拢把振兴旧城区列作主要的政见，啊，不过成绩拢无受到当地民众肯定。文书工作者认为，中区交通正利便，市政府应该搭配酒店业者入来，开发有地方文化的旅游方案来吸引观光客，放眼法规，和旧厝顺利换新装修，重现风华。实际的状况来放宽，还是说来讨论如何能够让老屋能够展现它新的风貌？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业者也是一个强心剂，这样子。台中市优化商区自治条例目前已送议会审议，若审议通过，且黎邦爱美即将开幕，我们可以邀请黎邦爱美来共同营造优化商区。市政府这个月通过台中市优化商区发展自治条例草案送议会审议，不过引起舆论批评，内容敢那偏感觉乏味，无奖励，无多吸人。出名的酒店入来中区，带动欢迎的机会，公部门是不是会当对着民间的脚步，地方拢伫等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大概七家里有一间古厝，是民国五十三年白河大地震了后顶起的。这间厝咧是用红砖加稀土砌砌起来，工法是真幼咯。干那铁窗的部分就有三种不同款的造型，代表着圆满、喜气加长岁寿意义。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后壁这栋老厝，就是徛伫咧台南六甲七甲里的里长蔡恩泉的祖厝。1964年，经过白河大地震了后，搁再重起，拢总是用好茶好料，到今已经徛58年，也是拢未凹未漏水，整理甲真整齐个舒适。也是红砖厝，哦，但是伊砌的工法吼，非常的细腻，哦，所以到53年甲今呢，已经58栋啊，哦，真完全拢无迄个漏雨。即拢无迄老火的诶情形啦，所以真保持较非常的完整。啊，伊即个顶管即完全拢是规个拢是快木结构吼，包括咱头仔门、咱个门，吼完全拢是用快木来做。即间红霞厝，搁一个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厝的窗仔门，当当时无小本，甲三角形分三个部分，分别做寿礼、喜礼、甲衣裤形三种无同的造型，嘛代表无同的意义。像这就是寿字形的吼，哦，寿字形的，啊，这边这窗门诶，就是喜字形的，哦，喜字形的，啊，两边春秋边仔的窗门也窗仔咧。迄、那个铁窗诶，就是圆字形诶。诶，伊设计师设计诶时阵吼，伊就是哦一个圆满嘛，吼，一个喜气，啊，一个长寿诶意思，所以伊就做这三个样式。另外，厝家古厝嘛是来家第一间有设计年纪诶老厝，会当好好水对两边老掉，未直接淋落来。李长表示，目前这间厝家己也有咧住，毋过若是有民众有兴趣要参观翕相，嘛真欢迎随时来行搭。记者怎报道？人讲过来做就会出头天，恁讲是毋是咧？农委会逐年拢会透过这产销履历高人的评选活动，来选出优秀的农产经营者。今年伫116个竞争名单当中，最后选出15个优秀的农产经营者。云林县的斗南农会这回是头一摆得奖。农委会举办111年度三小努力高人评选活动，今年总共有116个竞争者参与，最后选出15个优秀的名单。云林县的斗南农会以稻仔、人参甲油脂参加农牛类的评选，受到肯定，嘛因为是农会头一摆得奖，特别欢喜。斗南农会的话，其实它以那个水稻、红萝卜，还有那个马铃薯的部分，然后它是做所谓的集团认证的部分。奖项的话，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啦。产销履历的认证至少要1年以上，
然后还有一定的面积，然后他们评比的部分还有针对后面的通路的部分。三小路的认证要经过几两项的检验，包括肉肥和农药的安全问题、安全包装到环境卫生等等，要详细记录严格审查才能提到认证。而且消费者也能扫包装面顶的 QR code 去了解生产者的资料，保护自己的食品安全。产销履历我们早就已经建立了啦，哈，让消费者能够安心的使用，让大家更了解说我们的田间的管理，之后让所有的产品能够打上更安全的通路，哈。台湾推广三小努力教堂已经有18年，透过三小努力教堂的评选，也让国内农民继续推动农业的食品安全和饮食发展，争取未来的典范。多立农会也表示，打拼成果能得到肯定，也正受鼓舞。未来其他农产品也继续推动三小努力的认证。记者综合报道。1970-80年代是台湾文学出版业的黄金年代，到今也有3间出版社坚持文学创作的出版。台北市文化局今日特别举办颁奖典礼，感谢因对台湾文学的付出。这首歌曲的词是杨牧的作品，经过一座桃花林。杨牧不但是诗人，伊甲叶伯英等人嘛，伫1970年创立风帆册店。其实杨牧跟我要开出版社是很早很早，杨牧就说那就找另外的朋友，找雅璇、找沈燕士，我们一起来做。风帆册店今年得到台北市政府颁发予嘅文组织嘅吴勇奖，同款得奖嘅佫有九歌出版社甲儒雅出版社。我们碰到很多读者，他都会跟我们说，我们是看九歌长大的。那我很想跟他讲一句话，就是我是编九歌编老的。去年上个月，我刚好到九歌满40年。那是一个作家很快乐的年代，出一本书。有很多钱，一下又来了，一下又来了，那是一个快乐年代。三间文学出版社创立到今，拢已经超过40年。伫文学出版愈来愈稀微的21世纪，风帆、九歌、甲儒雅悠然坚持落去。除了颁奖表扬，台北市文化局嘛发行纪录片，希望记录台湾文学这段青年的历史。记者林思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在台湾有很多民众会拿东西去饲狗，这地鼠这狗是越来越不怕人，甚至会抢咱人吃的东西，这都是咱人类所致的。不过现在这个主角换作是野猪，同样发生在西班牙城市巴塞隆纳。这市区里面最近是野猪四处走，不然对这挂塑胶笼的人高高低要讨吃的东西，野猪还会四处总造成交通事故。巴塞隆纳市政府预告，若准备处理好事，每年恐怕会增加200万。只好赶紧出动兽医，抓到这野猪了后，随进行安乐死。你无看唔到，伫市内巷仔底，这一只一只死个滴落落索的，唔是野狗，嘛唔是野猫，是野猪啊！伫西班牙城市巴塞隆纳，还有附近山顶的一挂住宅区，自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有野猪啊出现伫市区，因为常常有人会感觉好耍，摕物件甲因饲。尤其是来巴塞隆纳佚佗的观光客，所以野猪的数量就愈来愈多，而且变得完全唔惊人。真侪野猪啊，伫车路走来走去，甚至去叫骑奥托拜，也是骑卡达车的人造成车祸。巴塞隆纳伫去年因为野猪啊所造成的车祸，都有1200多件。有的野猪啊更加好打，看到有人手提塑胶篓啊，就直接去甲篓啊要抢物件来吃。Que se van, porque si no, como lleves una bolsa, y esto no tanto, pero la de plástico. De过去两冬，因为疫情的关系，市区的街路常常拢无虾米人，这野猪啊都愈摊愈多，已经变作是真严重的问题。市政府只好派出兽医的团队，伫暗时用网啊来抓野猪啊，抓到了后才注射给因安乐死。兽医讲，因实在是真无愿意做这种代志，但是野猪啊数量太多。而且，就算把这野猪啊放弃野外，因嘛已经失去野生动物家己找食的本能，无法度阁生存落去。Peopl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feeding boars is forcing them to surviv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cannot survive by themselves.
根据估计，若是无赶紧好好啊处理，明年市区内野猪啊可能就会超过200万只。所以即马除了甲野猪啊掠来安乐死以外，巴塞隆纳市政府嘛会加强管理粪扫桶，卖予野猪啊乌白兵粪扫来食，阁会对摕物件饲野猪啊的人罚钱。希望透过这方法，会当早一日解决这种野猪啊之乱。记者甘燕燕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三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在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